耶耶耶耶耶 ，Funky Night 耶！那这个的话呢，今天我们来玩的模组的话，就是大家最近一直很常推荐哲平来玩的，就是 Buff 的更新版模组啦，好不好？那感谢非常非常感谢各位观众在下面留言，就是我们正确版本的王者，因为哲平之前找不到啊、哦。那今天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的 Buff 究竟会变成什么鬼样子。哎呦，摸你这个好像有点恐怖哦。This mode 什么东西鬼？什么东西？怎么 Do not playing 啊、哦？好，说哇。越来越多东西嘞，好像很多人就是赞助还是怎么样哦，还算不错。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 buff 模组究竟会变成怎么样。哎呦，那谁个安奈啊？哇塞，好恐怖哦！啊，这旁边那个是什么东西？怎么黑色的 buff 跟什么 boss 什么东西鬼的？这个好不好？这个是我们最新的这个 buff， 这个什么 on 什么 else？ 哎呦，哦，就是后续的剧情是不是？什么？怎么变汉堡了？啊，恢复正常了。啊啊啊！这是什么？啊 ？What the fuck was that？ Hey, new this day, welcome。他谁啊 ？And who are you supposed to me？ 他谁啊？哈？哈哈 ，Name's wrong。So, who's you, little guy down here? Big skull, big fat bobo. What's wrong with you? You looking like a hum hum. You look like an hum. You king down look like hum hum hum. You king down like an h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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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m. With you, the kingdom hum hum hum. Hum 什么 hum 啦 ？Look, I am really not sure that you're too.Nature is doing our here, but we really need to call some secrets instead of police with what we just saw. Shut the hell up, I hate women. 他讨厌女生是不是 ？I can do some cool rap. If you can also cool rap, I guess you guys can control.But then my mode is as wrong as a wrong guess for most. I'm going to be back on the harder and the less possible. Scared fat people. What? 什么鬼东西来了？ This is a certified... 有音乐帅，好不好？但是我不知道他是谁，好不好？他动作好强哦，哈哈哎呀！吓死人！干嘛？突然放屁啊 ！Classic， 干嘛突然放屁？干嘛？哎，什么？到底又怎么了？到底又怎么了？到底又怎么了？不是，这游戏怎么这么吓人 ？Dead in a cruel way， Skip double beep， 点点点。Brush you, what the hell brought you looking like you have your underbrush swept up? End of dialogue. 什么东西？他变得好酷哦！哦，那应该是那个吧？可是我们一开始不是把它传过来，它不是变成白的吗？然后又那个吗？应该是就是这个样子吧？一边大宝揪，然后一边正常。那大把就应该是附身他的东西，是不是？我觉得应该是哎、欸。
音乐还蛮不错的。我觉得如果他再继续下去，我很有可能我会输掉，有点难搞啊。还有啊，哦，好险哦！他不会还有吧？我很怕呢。哦哟！他讲什么？他刚刚讲什么？如果 you seek fucking rat, I looking on you as a fun joke for my own game. Instinct, someplace you can control fuck it over. I am not letting go this easily.New mentioned new leg used the nails murder everything. Bitch, you still king down look like dream. 又来了。欸不是。他比我们中指给你们看一下。他比我们中指还有这种的哎呦居然好不好酷好不好啊我们这个是不是宕机了等一下。他是不是又宕机了啊？啊，没事，在，没事，来，哈哈。哦，这首歌好好听哦，我喜欢，超有舞曲的感觉的啊、哦！我当初在那个 PVP 那边玩的时候就玩这首歌啊，这首歌好棒哦，Crazy Friday， 消失的箭头。哦，那哦哦哦，等一下。好，好狂哦！不要挡，不要晃，还在晃啊，白痴哦！而且按照那个黑键，它会那个哦，完了。大家可能看不到，因为不然整个画面都一直在晃。哎呀，很晕，八七哦！我给你们看一下有多晕哦，来，我们看一下，它其实一直都在晃，你知道吗？好扯哦，干嘛、啊？完了，给你们看一下，它其实一直都在晃哦。又比我中指，真的是很讨厌呢。来，给你们看一下啊，它一直都在晃，超晃的。你看我们现在画面，前面只能现在补个血了。然后它有一个黑色箭头，那个对不对？按到之后好像会持续扣血的样子啊，需要小心一点点。这个消失的这个还好，不要按到扣血那个就好了。你看，再晃了，再晃了，有没有看到？再晃了，再飘了，再飘了，各位，再飘了，看不到了，哈哈，完了，我要扣血了，哦，太难了啦，白痴哦。这个很难欸，
天哪、啊，妖兽嘞！然后你看我画面永远都没有正常过，哈哈哈！哎，这个但是音乐好好听哦，音乐真的很好听，我把它摆正一下。哎呀，你们你啊你啊你啊！你又比中又哎哎没中指了，哈哈，不想比了是不是？来。它比较麻烦是它在晃的时候会有那个黑键藏在里面啦，那个黑键按下去的话，你差不多就要被持续扣血，那个很麻烦。认真一下哦。再晃了，再晃了。猫咪在干嘛啦？哎，很晃哎、欸，真的很晃，像晕船一样，你知道吗？完了，我吃到那个！啊，完了，我又吃到了！白痴哦，根本看不到啊！哎，很夸张哎！一直晃，一直晃，一直晃，晃到外婆桥哦！天哪，八七死了，再一次，再一次，再一次！但是真的很好玩哎、欸，我觉得真的要掌握一下，不然真的是很麻烦。这个掌握一下应该会顶 OK 的吧？我不知道，来看再看一次，好扯哦！啊！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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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比我中指，别再比喽！它重点是它那个很晃，你知道吗？看一下哪边有那个黑色箭头，不要按就对了。那个按下去会持续扣血，麻烦啊！哎、欸、哎，他、欸啊、怎么吃到了？巴西呀、啊，完了！好，我快晕喘了，各位，我快晕喘了。好了，那我们这个的话，我们就之后直播的时候再跟大家一起挑战好了。我觉得这个模组的话，应该真的还蛮有趣的啦，到时候直播的时候再看一下能不能打赢给大家看，好不好？这个真的是挺不错的哦。那这个的话，基本上的话呢，我觉得如果你会晕的话呢，就尽量少玩这个，因为它真的是一直晕，一直晕，一直晕。但是它最后一首歌真的还蛮好听啊，再加上它又会晃，我觉得还算是不错。那之后看直播的时候，我们再看一下能不能顺利挑战成功这个 Bub 的这个晕晕。模组哦，好，那我们今晚就先玩到这边啦，我是雪仔，见喽，大家拜拜啦。